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暗换算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打打特工。好，那旭哥今天来分享这游戏一周年最新的活动啊，这次可以拿到六只这个隐藏版的特工神角，包含最新的这个威策啊，长得很像神盾局的那个局长。那像是金啊这些很好用的神角，这个特工啊，暴击型的超好用神角都可以免费拿到六只。好，最新的活动还有这游戏最多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，都在这集攻略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那这一次的周年活动呢，送了非常多东西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周年大作战，这边只要通关呢，挑战这个五个关卡嘛，就有送东西，送这个史诗级配件的宝箱，再加上这个 S 级神装的钥匙可以拿到，还有大量的特工的碎片。那这边呢，可以抽到很多好用的神角，透过这个碎片挑战这五关，就可以拿到大量的福利。那接下来呢，在这个周年庆呢，在线狂欢，这个一样，在线就可以拿到转蛋券啊，这些东西资源有没有？特别行动券啊，然后钻石这些福利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旭哥觉得蛮赞的，就是这个电池这个活动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每天观看广告啊，可以拿到周年庆放大镜，然后这个解任务。也有这个电池可以拿，开宝箱啊，登录啊，参加主线啊，击杀怪兽。好，那电池呢，就是可以拿来玩这个小游戏，你像三消小游戏的。来，有这个线索。有没有？就是直接刷新了，感觉很像在玩那个踩地雷的感觉。看一下，那这边会有奖励可以拿到。好，哦，拿到这个就可以有奠礼了，电灯泡。那后面的奠礼蛮多，包含这个头像框，然后放大镜，还有 S 级军备钥匙。那像是月勇啊这些神角都可以拿到，哇，高级宠物券，周年庆放大看一下。那25个有破坏者 S 级神装，还有这 S 级神装的转蛋券。那还有这个自选哦，破坏者系列的自选宝箱，五拿到杰出的 S 级神装，然后50个是一样史诗级配件，60个转蛋券，70个自选特工，哦，这个猛了，自选特工。这边像是这个特工金啊，这些神角都可以拿，还有最新的角色，哦，最新的隐藏版特工也可以拿，欸，这个威策，欸，不错嘛。最新的特工，那大量的福利，还有这个自选装，哦，太多了吧！这次送的东西非常好，好，所以大家要拿这个最新的特工的话呢，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啊。他这个送的好多啊，你看这个特工的碎片也送太多了吧？六个最强的特工，包含我们的主角啊，然后月勇，然后凯蒂斯、沃尔默。然后金还有这个最新的角色威策的碎片呢，都可以免费入手。我们就来玩吧，透过这个方式，尽量呢就是很像在玩踩地雷这样，去开启这个周围这样。看一下，啊，有这个，啊，这个，这个可以干嘛？炸弹哦，直接可以炸掉一区。哦，这是可以收集到，哎，有这个150钻呢，哎，这个可以拿150钻，
所以福利蛮多的，真的要好好把握这次活动啊，送的还蛮好的。好，那这个，哇，送了很多啊，蛮爽的。好，这个要刷新吗？好，刷新。等，这边有这个100钻，忘了拿，哭哭。100钻先拿，再来刷。好，所以玩法大概就是这样啊，很轻松，就是踩地雷，踩地雷加上有点像 Candy Crush 的玩法，有没有，就是这样，轻松玩就可以了。那奖励给的还不错。好，那你也可以花钻石去买这个电池。那这边哦，像旭哥可以买到50个。好，最新的玩法，这一次呢，可以拿到很多隐藏版的特工，真的蛮爽的。分享给大家这自选神角碎片，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的选单，选单点进来之后呢，点画面左上角的设置，接下来画面下面呢右下角一个复制 ID， 那我们点下来就把这个 ID 复制起来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到这个网页 gift.survivorio.com， 网页在上方，网址 gift.survivorio.com。那接下来 game ID 呢，就是刚才那个复制贴上就可以了。然后 rewards code 呢，就是礼包嘛，我们输这个 GREATERHEAT， 这个 GREATERHEAT。那这个验证码这边你可以多按几次，避免这个会验证错，所以可以多按几次再验证。以旭哥的经验是这样。那接下来就点下面的这个 redeem， 再按这个 yes， 它就显示 congratulations， 那表示我们兑换成功了。那我们就到信件去领取奖励就 OK 了。好，那一样提醒大家，这个是最现实的礼包嘛，所以说官方的期限都很短。那看了赶快去兑换，那不能换的话呢，就不要问旭哥了，去问官方吧。这个官方超现实的礼包码都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赶快看旭哥的这个礼包码兑换，然后把它换起来吧。就 game ID 就是复制贴上就可以了。那 rewards code 呢，我们输入这个 TANABATA， 这个是礼包码 rewards code， 这个 TANABATA。接下来呢，这个验证码我们可以多按几次。这样子验证会比较顺。好，接下来就输入这个验证码1921，那每个人验证码会不一样。那接下来就按这个 redeem， 接下来再按这个 yes， 好，它就显示 congratulations， 然后就表示我们这个兑换成功。那这个礼包码的奖励会寄到信件，这样，那我们到信件去领取就 OK 了。好，那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礼包码呢都是超现实的福利。那游戏公司呢都设定这个超现实，所以时效限制有时候蛮短的，所以大家赶快看了旭哥的攻略，赶快去换。那不能换的话呢，就去问游戏公司，也不要来问旭哥啦，因为这个是游戏公司设定的。那大家就是尽快使用，看旭哥的攻略，赶快把它换起来吧。那我们就把这个 game ID 呢复制贴上就可以了。接下来 reward code 呢，就是这个礼包码，我们输入这个 summerday summerday summerday。接下来验证码呢，要多验证几次，比较不会错。旭哥的经验啊，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这个多按几次之后再来输入0148，啊，每个人不一样。那接下来就按 redeem， 再按这个 yes， 它就会出现这个 congratulations。那就说这个兑换成功了，那我们到信件去领取奖励就很 OK 了。好，那旭哥要提醒一下，这个礼包码都是超现实的福利，所以你只要不能换的话，不要来问旭哥，因为这个是官方设定的，他们的礼包码时间有时候都设定的蛮短的，